晚清老照片，时尚丽人婉容，妻妾成群是常态。最美皇妃是他晚清很多拍摄的老照片的人，还是很漂亮的。那时的人们还不会摆表情，就跟现代拍身份证似的。图为中国妇女正在抽烟，三位佳人眉清目秀，美呆了。珍妃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女人，晚清最美的皇妃，性格乖巧，善解人意，又活泼开朗，在宫中和光绪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，满足其人一位贵妇罕见老照片。如果不是这妆容，也是十分美貌的。满足女子罕见老照片，算是非常漂亮的了。溥仪和婉容罕见张合影，婉容的碎花裙十足，吸引众人眼球，妥妥的一位时尚丽人。晚清大户人家的老爷和妻妾罕见合影，妻妾成群是当时的常态，三寸金莲怎么看怎么别扭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